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Moni 啊，而家咧系朝头早嘅6:02啦，咁我而家咧就醒咗，咁因为平时我咧都系8:00先会醒嘅，咁朝头早醒咗咧，同埋最近呢一两日咧，墨尔本嘅天气咧就开始转冻啦，而家嘅体感气温咧就大约系6度左右嘅，就想带大家睇下朝头早屋企嘅情况是怎样，因为呢现在家里还有人未起身，还有呢我就刚刚起床而已，所以呢大家呢就不介意我的声音是怎样。我们家里呢就有一个火炉的，我们呢平时呢如果冬天冷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点起这个火炉啦，就烧木啦，就要来保暖的。但因为保暖的地方只可以在厅的范围至到去厨房的范围啦。而这里呢它是有一个开关制的，而这个向上呢就是可以令到有更多的空气入去啦，那就会更加大火啦。将这个呢就吞回去呢，这样呢就会细火一点的。同埋呢有时冬天呢更加冻呢，那我们就会开这个风扇啦。微插插苏添。之后开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好像风扇一样呢吹些热风出来的了。暖炉的旁边呢就是我们家只狗的张床了。然后朝头早呢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呢要带只狗出去小便大便了。冬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有机会开个暖气啦。暖气呢有时呢就很贵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开个暖炉。